带您抢先看到这两部啊，其中一个呢是为了拯救世界、团结人类力量的《黑暗世界》，另外呢还有电视剧搬上大荧幕的国片《痞子英雄》，两部呢都超精彩。Human casualties are massive. It's impossible to make visual contact. 如果有一天我们居住的地球无预警被光电击中，顿时地球陷入一片漆黑，该怎么办？ Things can see or hear. You know they kill. No! Wait! Get down! 人类面临威胁，必须展开反击。接着开始集结生还者，计划对付这些看不见形体的外星人。一段保护家园、拯救即将毁灭世界的故事。正义感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有太多的正义感，就是坏事。正义的无英雄再次出现，同样热血，但却因此面临一波波更严峻的挑战。警察跟黑道两个不可能的搭档，为了拯救世界，不得不联手，在36小时内解除海港城即将被毁灭的危机。除了有耗资千万的爆破场面，还有取自台湾城市的美丽行销，痞子英雄搬上大荧幕，要带给观众更震撼的视觉效果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